电视广播艺人联合会日前展开罢工行动，有将近160,000会员停止演出并暂停一切宣传活动，加上编剧工会也正罢工，对演艺界的冲击很大。正在美国工作的白琳近日接受访问时也特别提到，自己其实力挺工会罢工，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一般演员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但同时他也感到很忧心。他的代理人就有告诉他，如果现在有片子就接，因为接下来工作会很不好找。不过他认为在好莱坞工作薪资落差很大，也认为一般演员待遇都不佳。而被问到会不会参加罢工，他则透露这几天可能会有忧心，他也考虑去参加力挺工会。不过也因为罢工事件导致他手上的工作几乎停摆，不过他也很正能量，不担心，认为春天总是会来的。